我唔盼得姨妈妈用摩托嘅方式种嘅雷木卖莫奈起。六年前吴家乐努力用两年，归去家乡屏东翻版藤卖雷木。一两年前嘅夏天翻版做客家，可以一口买两岁嘅雕咩？咁都好，就该有文艺青年嘅风格，想嘅后生人去翕相打卡。吴家乐为多爱做出颜色高嘅，就为记得老师都好嘅好美食。伊用嘅果子除了安全，还爱吃。每坚持用台湾一等赞的砂糖，伊想要用也甜甜又酸柔酸柔的好米丝来证明，过去家乡巧妙事业每做会出七家杯一片甜。找十块。我们这个杯子是用 PP 杯，就是耐酸碱的杯子。你们还有吗？有，可是今天量很少，你等一下哦，我包给你。饮料店地度吴家乐出出入入都无限，真计是睇饮料别材质又粘下来。爱买点度纯磨豆柠檬，其实我们的柠檬都是一颗一颗洗过擦干，像因为不撒药，这个就会有虫害的结果。对，我是说，比如说我拿那个，那你拿回去的时候，我要骗他，我不用，我就是稍微用水再清洗。清洗过，你不用泡了。嘿嘿，对，这个。吴家乐拿出一袋柠檬，其实是爱来做饮料的，明明会影响到点度使用，不过有人喝爱，佮还隔天卖不热。可是他有标榜他无农药，我希望我要泡的东西，我要直接喝，所以我希望他是无农药。来买柠檬是老主顾，讲无食无要紧，青葱要系安全，一点同吴家乐想法同样。皮泡泡的需要到柠檬切拉开，煮水淡淡甜甜。佮讲用摩托方式种出柠檬当香，一般柠檬并唔硬。啊，从来冇想过爱过来，创业。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，所以我从事业务的工作，然后我也喜欢跟人群接触。我本来想说我就是做一个业务，我把我安分的工作做好就好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回到家。吴家乐太好托环境工厂长期同外种做事，将来望是上过种家乡巧妙事业，加丫头家乡温暖种的认识人的柠檬，按天添热嘞，一切都有热。加妈妈同佢讲，冇想再过种柠檬嘞，佢将吃到柠檬盐度的世界同佮上一模一样。其实，世界连锁饮料店带动的柠檬在市场上的价格，可是俺不是回到家的时候，糖豆妈妈讲，我的柠檬价格很差，麦芽很多，就是丑皮的柠檬很多。然后我就问我妈为什么，原来就是因为我妈妈她不想用太多的农药，所以导致虫害。那等如去那边市场啊，如果讲啊，有了个东西俺冇想爱买。刚来等，哎呦，安尼理念吼，啊，本他个人是都穿安全的食物，吼，但是啊，一个柠檬啊，无肉的啊，都唔长啊，过多过粗的啊，都过便宜，长此按过多年安尼下来吼，来过灰心呐。中秋风想法是，就算有得按这柠檬卖唔出去，还做得七家食，坚持冇用包皮料，卖本骗人，七家咪安心。吴家乐饮料店成立，建筑兼稳天，柠檬唔拉卖时节，只同理念穷养农民买。中秋风加上天地吴家乐，去看农民系咪真金种摩托嘅，系咪搞流量来做田间管理？他的柠檬如果是没有喷药的，像这个就马上就可以，没有办法遮掩的虫害问题就很多。然后这个就是蓟马，那所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，家里从小种柠檬的，那你就是可以感觉得到说，它的柠檬园里面是不是有用药的？如果不用药，会昆虫世界。当初在销售自己的无毒柠檬的时候，在网络上也是遇到很多瓶颈啊，因为毕竟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喜欢漂亮的柠檬。然后在因缘机会下认识到了加乐柠檬，他们愿意收购我这个看起来很丑的柠檬，嘿，可是这保证真的都是没有农药的。那个土长枝啊，土长枝不要剪，对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要剪呢？现在它开花期了。哦，它开花期了。同摩托环境，个人地度加建台，为了证明妈妈种的柠檬冇用农药，吴家乐来检验，本家妈妈还较有信心。今日请的朋友陈开林来听书，利用礼拜六日去神农实习买柠檬。那爷爷跟妈爷哈，非常的贴心，他都讲妈妈，那这样子，我们来卖柠檬，你把漂亮的到市场，丑的我们自己来卖。来讲嘿吼，那你要上班呢，
他说没关系啊，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到小农市集。为了让我妈妈有更多的信心，我就牺牲我的周末的休假时间，然后从小农市集开始参加卖妈妈妈种的柠檬。但是同一棵树长出来的柠檬，有漂亮的也有丑的，那漂亮的都先被客人选走了，剩下大部分丑的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研发成好喝的柠檬饮料。吴家路名声近来近好，有一道头私心卖柠檬的露珠古门街，由古天点烟幕，古少几对主角街，全国的礼拜六日十点的，办到也古天点烟，将客家创作歌手邱丽丽做假露珠古。今下一定过来嘛？啊，本来没提也食的，提妈妈伊个点的，啊，后来伊定愈近做近好，啊，办了也。我感觉改变去啊，如许我哋卢卡一片有一个安好的店诶，一点咧东西都说起来，我感觉到没有负担，够健康哈啊！古早明白有朋友来时节，我咧招待一点来也是。会念吗？我叫我念念念，你这句话是雷梦跟阿梅什么跟咪西，可以带奶瓶同个鸡条。我有一直明明觉就那个就是客家语，你还说那个是台语。音乐点度加上与人客投嘅欣赏点度有六十米，又文艺抢眼风格不败，一边方留下文字，加上有人慰问，吴家路每当耐心同佮说明，原来也系邱丽玲下笔嘅归乡事迹。佮下路一点呢，一个设计师，路地样阿点改好，阿路们讲可以听点听书上一下样嘅 slogan 嘛，阿阿路讲哦好啊，啊，伊个简单嘛，阿阿路们讲。一点妈妈自家种的柠檬，嗯，如果像一点柠檬嘛，那个谐音就是梦，嗯，就是结石累累的梦。啊，如许妈妈咪西啊，柠檬的咪西，啊，一米一个东西带一点过来帮忙。借由我这样子回到家乡，我可以陪伴爸爸妈妈，陪伴家里的爷爷奶奶，就是让他们觉得有年轻人回来更有活力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既然我是选择做这个吃的行业的话。我希望借由我这个坚持，然后可以让客人感受到，可能在其他的年轻人，也有增加他们返乡的意愿。这是用什么？这是整颗柠檬下去切，然后用有机梅子粉做的，很天然。吴家路好同人交流，分享妈妈做的柠檬干，同家乡开一间店，佮以为行较多时间，同屋企人穷下，原来此时佮妈妈用柠檬学吉他，追觅柠檬成就的梦想。